放心啦，我永远拢会记的。咱头一摆见面，你送我的柠檬芭乐，你讲迄款酸酸甜甜的感觉，就亲像咱两个人端人的滋味，我较久嘛会记的。来啉酒，啉酒，搁来啦，搁来啦，唔客气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我搁你卡你听啦，无醉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。阿龙，厝内无查甫人袂使，算阿母救你，因为你是咱家的孤囝，无论安怎，你着爱返来厝内吼，斗帮忙，甲你阿舅拄青梅阿爸斗做事。阿龙，有听无？我知影。他妈的，咱家的爸，那风太吹歹去啊！这是要安怎？我嘛唔知影。拢总拢歹去啊！全部拢拼了了啊！都无一个是好的。你哪会无啥物精神啊？我真正拢袂用诶，嘛袂出去啊！你敢搁会记得咱头一摆见面诶时阵，你送我迄个柠檬芭乐，迄种酸酸甜甜诶滋味？袂记得啊！我记得就阿公有一寡手针嘛，咱去找伊摕好无？好啦。阿姨。哎。你好。啊、最近阮翁进物件拢袂使进袂无啥起来啊，想讲要甲伊摕一个手针啊。好，你会使甲我摕两针无？哦 ，OK， 好，好。啊，哎，这个无，这嘛 ，OK。好啊。来，啊，你有发到摕无？哦，我摕啊。啊，你无方便，我甲你倒摕来夹夹。好，多谢你。好，那夹那夹。
可以记恁很多的代志吗？当然嘛会记的，差一点连我这条命哦，甲巴肚底的囡仔都保袂掉。即马想起哦，哎呦，我阁会惊呢。对啊，迄摆我嘛惊着，所以讲吼，我从今以后吼，唔敢搁再碰人。啊，咱咱嘛是好啦，因好得好啦，你看，咱即马这柠檬饭啊吼，也无全农药，啊吃起来唔难，芳阁好食，咱大家嘛足放心的啊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毋是有人要来参观咱的农场啊？啊，你看好未啦？啊，啊，我差点仔都袂记的呢。哇，啊，我赶紧紧来准备咱的迄个上佳好啉、上佳好食的迄个柠檬饭啊醋。嘿呀嘿呀，保证吼，因饮了吼，已经补了甲达起。有影有影，咱赶紧准备啦，赶紧准备。来，小姐，小姐。大家有扒拉米啊？你有咱这个黄昏石榴，就是你有扒拉米，甲其他柠檬的味啦。吃醋好处就是吼，因为咱吼，咱这边人讲吃吧，吃吧，吃较济啦。哦啊，对，算讲是伊比较爽口。啊，我也对啦吼，阿妹啊。我想讲哦，咱这地方办啊吼，将咱两个安尼安安当做伙啊吼，啊是毋是？我想讲，甲好滴啊，较好听的，你想安怎？哦，你食饱咧换腰哦，叫什么名啦？我，哦这，你大妈当对无？对啦。啊，我大妈西啊。嘿。你看哦，咱甲好滴叫做马铃鸡卵，你啥啥款？马铃鸡卵，啊，啥那个叫做马铃鸡卵？马铃鸡卵，啊，予游客来吼。伊会感觉讲，食到这个柠檬白啊，迄个滋味啊，酸甘甜，酸甘甜，敢那像是一个恋爱滋味安尼。是哦，你愈来愈迷人嘞。哦，啊，这是不是对游客啊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吸引力对吧？好啦好啦，我连起来都怕。好啦，安尼安尼就决定用咱的柠檬白啊，叫做马铃鸡卵哈，对哈，哎，啊，又搁开会啊哈。